起步现在推出了新的 SN2 乳脂保护球的成分，它让原本的营养保护跟吸收的部分更是再次升级。起步3含有秘密营养 SN2 脂肪分子结构，经研究发现哦，它能够帮助吸收，如同营养吸收马达一样去吸收关键营养，同时帮助排便顺畅，减少钙造，含有200多种活性营养群，包括活性蛋白群等等的营养。如果你也希望孩子可以自带保护力，欢迎跟着营养师的脚步为孩子准备，会是起步3，让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健康成长吧。